7月18日，在深圳市福田区多利工业园科技楼4楼上班的林小姐上厕所时，无意之中发现女厕所内暗藏有针孔摄像头。因为她那个壳，她那盖子掉了嘛，就掉在地上，然后那摄像头就还挂在那里嘛。南都记者介入了事发女厕所，注意到厕所门与挡板由荷叶连接，而针孔摄像头则刚好暗藏于厕所门最下面的荷叶内。此前在科技楼的一个女厕所也曾发现过针孔摄像头。事发后多利工业园立即报了警，事发后园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报了警，目前福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。